有人说读书，上一节也提到了，我非生而知之者，必以学而知之。学而不知，那就要困而知之。所以说，尽量不要让他困。有的时候困而不知，那就更完了。吃一堑长一智，尽量我们说，不要说，一定要去吃猪肉，看过猪跑就可以了，明白就行了。他有的特别喜欢的，你要就是这个体验历练一下，也不要着相，不要一直在那儿出不来了，那就沉迷。这个读书，我们说这个它的重要性。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没错，因为读书是要明理，明理是要行道。那你这个，你要是书都没读，就比如说你从小都没学，那你去行万里路，你光是这样，这个基础不够扎实。从小记性最好的时候，一定要多学。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甚至更往后，只能靠理解。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这些都是后人的说法。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又绕回来。那你读书也是与古人沟通啊，你要能享受这种寂寞，与自然沟通。这个山川大河与古人沟通，这就是你的同道，也是你的，更是你的老师啊！要有这个心境啊！很多人现在这种社会就是很少有人读书了，就翻几页。其实你真正这个书啊，你一本书看下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只记住一句话，那个才是重点。你看我那个书柜里也是一大堆，就仔细去想的内容好像没有什么，也花时间了啊。那一段时间就每天都一两百页啊，所以说这个啊，是要提炼，然后我们再要那些我就要讲出来，是吧？要有生活中要运用出来才行。理论跟实践同样重要，不是说理论没有用，那高屋建瓴那实践都是建这个。你看上层最高层啊，有谁具体做事了？他只需要发一个口令，甚至说一个心念，下面人就去跑腿，是吧？虚与空实。那你老是高高在上，你没有经过基层的这个也是不行。当然古人呢都是说，你看秀才他们说考取国家这个，甚至说宰相啊，他们就是这样，主要都是考上来的多啊，就是一直这样选拔人才的。所以说你读四书五经啊，读那些经典，那考试就要考，你就可以拿这些治理天下。但是生你随着这个具体的职位再具体分析具体运用，这就可以了。所以说你读什么书，我们说一下。我本人呢就像中医的说法，分为君臣佐使。那所谓君，就是一些真理的东西，一方面也要结合现在科学，大家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比较容易这样接受我们也要随着这个入乡随俗。真理道回归大道，这些本源的东西。二臣呢，我就把它理解成国学，国学也会教你为人处事这是经的东西，这也是非常重要。左呢，那就是你可以学一门技术，像我的话可能要术数这个延伸。史就是可以一些有趣的东西，